喂，弟兄姐姐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那我们在这个快乐的礼拜天，我们先来一起用喜乐来赞美主，说你喜乐是我的力量。
然后因为学校的关系，因为距离的关系，然后慢慢的跟教会疏远了。但是主很奇妙的用他的大能的双手，用他保险的灵魂，再次带领我们回到了我们教会，再次引领我们走回他所希望看到的义德路。在当中有非常多的难题，当然也会有很多的阻扰，可是很感谢主愿意不放弃任何一只小羊，他愿意带着我们走回他所想要看到的。那我们再一次领受他的恩典，仰望恩典。
这样。